公元一千零九年的汴梁城，夜幕深垂，宫墙之中暗流涌动。繁星点点的夜空下，宋真宗赵恒的寝宫却笼罩着一层异样的燥热。寝殿深处，轻纱幔帐低垂，隐隐约约透出阵阵令人面红心跳的喘息声。谁能想到，与天子共度良宵的，并非后宫三千佳丽，而是一位美貌的尼姑。这里是单看世界，带你领略全球风云，探寻历史智慧。 这名尼姑并非自愿入宫，更没有想到自己会被卷入这场宫闱密事。她本是宫中贵妇刘娥安排在寺庙修行，只为等待一个绝佳的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以及腹中胎儿的命运。这个孩子将在十月之后成为大宋王朝的希望，也将揭开这段宫闱密史的序幕。北宋初年，坊间传言四起，人心惶惶。原因无他，皇帝赵恒年岁渐长，膝下却始终空虚。 连个能继承大统的皇子都没有，朝堂上大臣们为了这事儿急得头发都快白了，私下里也是议论纷纷，生怕出了什么乱子。百姓们更是闲着没事儿就聚在一起，对这事评头论足，各种流言蜚语满天飞。这天晚上，赵恒翻来覆去睡不着，又做了个怪梦，梦里一个白胡子老头笑眯眯的抱了个孩子给他，说这是天赐儿，将来必成大器。 梦醒之后，赵恒心里久久不能平静，看着空荡荡的寝宫，更加渴望能有个一儿半女了。他这心里一急，就把这事儿跟皇后刘娥说了。刘娥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她本来只是个出身平民的歌女，凭着几分姿色和手段，硬是爬上了皇后的宝座。可是这宫里啊，最不缺的就是漂亮女人，没有子嗣傍身，这皇后之位就像空中楼阁，指不定哪天就塌了。所以刘娥比赵恒还要着急。 这些年为了求子，他又是烧香又是拜佛，能试的法子都试了个遍，可惜肚子就是一点动静都没有。也不知道是不是老天爷听到了他的祈祷。没过多久，一个叫李氏的女子出现在了他的视野里。这李氏原本也是个苦命人，从小父母双亡，无依无靠。为了躲避世俗的纷扰，他只好出家做了尼姑。谁知道这美貌就像是一道枷锁，走到哪儿都甩不掉，偏偏就被刘娥给撞见了。刘娥是什么人？ 那可是在勾心斗角的后宫里摸爬滚打出来的，什么样的人没见过？他一眼就看穿了李氏柔弱外表下的无奈和渴望，更看重了他的美貌和温婉的气质。他心里清楚，对付赵恒这种优柔寡断的男人，李氏就是最好的武器。于是，刘娥便把李氏接进了宫里，好吃好喝的供着，还教他宫廷礼仪、琴棋书画，把他打造成了一朵出水芙蓉。他一边不动声色的观察着李氏。 一边等待着最佳的时机，赵恒自从做了那个梦之后，就一直心神不宁，总觉得冥冥之中有什么事情要发生。这天晚上，他像往常一样准备沐浴更衣，却在不经意间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你是那天为我抚琴的李氏。赵恒看着眼前这个清丽脱俗的女子，脑海中突然浮现出那天晚上悠扬的琴声和李氏那双清澈如水的眼眸。回陛下，正是臣妾。 李氏低眉顺眼，语气恭敬，却掩盖不住内心的紧张。抬起头来，让朕好好看看你。赵恒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温柔。李氏缓缓抬起头，月光透过窗棂，映照在她白皙的脸上，更显得楚楚动人。赵恒一时间看得有些痴了，仿佛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只剩下眼前这个让他心动的女子。后面的事情就水到渠成了，在刘娥的精心安排下。 李氏成功的成为了赵恒的妃子，并怀上了龙种。十个月后，李氏诞下皇子，取名赵祯，也就是后来的宋仁宗。赵祯的出生对于赵恒、刘娥和李氏来说都是命运的转折点。赵恒终于有了继承人，了却了一桩心头大事。刘娥也凭借着母凭子贵，坐稳了皇后的宝座。而李氏这个命运多舛的女子，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归宿。然而。 命运的安排总是充满了戏剧性和不可预测性。这三个人的命运因为一个孩子而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之间的爱恨纠葛、权力争斗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拉开了帷幕。后宫里消息传的总是飞快。自从那个叫李氏的女子被皇上临幸后，大家表面上风平浪静，私底下早就炸开了锅，都在猜这个李氏会不会是下一个爆款。李氏倒也聪明，行事低调。 本本分分，更激起了大家的好奇心，都在暗中观察，想看看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直到李氏肚子渐渐大了，这颗惊雷踩在后宫炸响。这回不用猜了，大家都心知肚明，这后宫啊，怕是要变天了。皇后刘娥可不是吃素的，她表面上对李氏嘘寒问暖，关怀备至，内心却在盘算着更大的棋局。说起来，李氏能被皇上临幸，还是刘娥一手安排的。这后宫里发生的事。 哪件能逃过他的眼睛？他要的就是李氏生下皇子，这样一来，既能稳固自己的地位，又能借此机会掌控朝政。这一箭双雕的计策，也只有他刘娥想得出来。李氏怀孕期间，刘娥对他照顾有加，甚至在他不小心摔倒后，更是亲力亲为、衣不解带的照顾。这在外人看来是皇后仁慈，但只有刘娥自己心里清楚，她这是在试探，在确认自己的计划是否万无一失。 皇子出生那天，整个皇宫都沸腾了，皇上更是乐得合不拢嘴，抱着孩子就不撒手。李氏母凭子贵，被封为德妃，一时间风头无两。可朝中大臣和后宫妃嫔们心里却开始犯嘀咕了。我是宫里一个不起眼的宫女，每天就是扫扫地、擦擦桌子，可别小看我这个角色。后宫里发生的事，就没有我不知道的。 皇子出生后，那些妃嫔们表面上祝贺德妃，背地里却没少说酸话，说德妃以前是尼姑，身份低微，如今却一跃成为德妃，真是麻雀变凤凰，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德妃倒是个实心眼，压根没把这些流言蜚语放在心上，他一心扑在皇子身上，哪有心思跟他们勾心斗角？可这后宫就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你不争，别人也会把你拉下水。有一次。 我无意中听到皇后和她的心腹太监说话。皇后说：“这德妃性格软弱，成不了气候。等时机成熟，就让她和他的儿子一起消失。”我当时吓得冷汗直冒。没想到皇后表面上对德妃那么好，背地里竟然如此歹毒。我不敢声张，只能把这件事烂在肚子里。从那天起，我就不再是那个只知道扫地擦桌子的宫女了。 我成了后宫的旁观者，冷眼看着这场权力游戏的进行。皇子一天天长大，刘娥的野心也逐渐暴露出来。他开始插手朝政，排除异己，一步步将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皇帝也不是傻子，他怎么会看不出来刘娥的野心呢？但他却选择了沉默。或许是因为刘娥的手段太过高明，或许是因为他还有别的顾虑。而德妃就像一只待宰的羔羊。 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一切发生，却无能为力。他唯一的希望就是自己的儿子能早日长大成人，摆脱刘娥的控制。我看着皇子从牙牙学语的孩童成长为风度翩翩的少年，心里五味杂陈。我知道，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到来，这场风暴将席卷整个后宫，甚至整个大宋王朝。而我，这个微不足道的宫女。 只能作为历史的见证者，默默的记录下这一切。明朝和清朝是中国历史上两个重要的王朝，他们统治了中国几百年。然而，在这两个王朝中，有两位宗室后裔经历了长期的囚禁，他们分别是朱文圭和爱新觉罗弘整。朱文圭被囚禁是因为他的父亲朱允文在明朝时期与他的叔叔朱棣争夺皇位，最终失败被囚禁。 他的人生经历让人感到深深的遗憾和痛心。两岁入高墙，五十七岁出狱。他作为明朝皇室的一员，因为权力斗争而被长期囚禁，失去了自由和正常生活的机会。当他终于获得释放时，已经年迈体弱，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变化。而洪拯则是因为他的父亲胤堂在清朝时期参与九子夺嫡失败而被囚禁，被雍正、乾隆合计囚禁五十三年。 这两位皇子的命运都是因为皇位继承问题而导致的，背后是权力斗争的阴影。他们的被囚禁和限制，使得他们无法像普通人一样生活和成长。他们的命运注定了，他们的人生被限制在了一个小小的牢笼中。他们的身体和精神都受到了极大的摧残，最终导致了他们的死亡。这些皇子的悲惨命运，也凸显了人性的悲欢离合。 他们的亲人为了争夺皇位而互相残杀，使得他们的命运变得悲惨。他们的生命被限制在一个小小的牢笼中，无法像普通人一样自由自在的生活。今日，我们将借助红整的故事，重新述说这段历史。他背后的故事到底隐藏了哪些当时皇室的潜规则呢？爱新觉罗·红整，康熙帝第九子胤堂的长子。 他的祖母是康熙后宫中的宜妃，在康熙年间，宫廷中确实有很多欢声笑语，尤其是康熙帝心爱的宜妃郭罗罗氏的宫苑中，宜妃以其容貌姣好，得宠于帝王，成为那个时代少数能抚养皇子的庶妃之一。宜妃这个在康熙皇帝恩宠下的妃子，对胤堂寄予了厚望，他坚信这个孩子有着与众不同的聪慧和资质，具备着不可限量的前途。而事实上，胤堂也的确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 他自幼便通晓满、汉、蒙、俄四种语言文字，更在西洋算学和骑射方面展现出了过人的才能。每当有人称赞他的聪明才智，宜妃都会感到无比自豪。身在帝王之家，从小聪慧过人，又受父母疼爱，印堂的青少年生涯是幸福的。康熙三十七年，印堂步入十五岁的年华，对于他来说，这是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他的父母康熙帝与宜妃开始为他挑选合适的妻子，在众多佳丽中，一位出身名门的女子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满洲正红旗都统彭春之女董鄂氏。彭春，一位在康熙年间声名显赫的将领，他的家族有着一等公爵的荣耀。 这个公爵是清朝非宗室武将能够获得的最高爵位，由此可见彭春家族的显贵。而董鄂氏作为彭春之女，自然也继承了家族的优良血统，其才情、品貌皆为上乘。康熙帝为印堂选定这样的家人作为嫡福晋，无疑是对他们未来生活的美好期许。他希望印堂能够在这个高贵的家庭中获得幸福，也希望董鄂氏能够为印堂带来好运和助力。印堂的婚姻生活起初并不顺利。 他的妻子董鄂氏虽然出身名门，却一直未能怀孕。在那个注重传承的时代，这无疑是对他们婚姻的巨大打击。董鄂氏因此深受压力，身体和精神都承受了巨大的负担。然而，命运总是充满了转机，在困境中，宜妃为印堂选了一位名叫刘氏的小妾。 刘氏不仅容貌出众，而且极为幸运的在入宫一年内就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婴，取名弘整。这个孩子的降生给整个宫廷带来了欢笑和希望，也使得印堂的命运有了新的转机。弘整的出生无疑成为了宫廷中的一大喜事。他的聪明才智和健康活泼的性格赢得了宫廷内外的广泛关注和赞誉。康熙帝对这个孙子极为喜爱，甚至亲自指导他的学业。 人们对红整的未来充满了期待和祝福。随着时间的推移，红整逐渐长大成人，他展现出了非凡的才智和勇气，备受康熙喜爱，成为了皇室中备受瞩目的焦点。然而，他的出色表现也引来了其他皇子的嫉妒和打压。在宫廷这个充满权谋和阴谋的地方，红整需要面对的挑战和考验才刚刚开始。从幼年开始，红整就展现出了惊人的学习能力。 他对知识的渴望，对世界的探索，使得他在众多皇子中脱颖而出。他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努力，赢得了父亲印堂的极高评价。印堂亲自教授他读书写字，甚至传授他拉丁文，为他的学术造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随着年岁的增长，弘整的聪明伶俐愈发引人注目。他时常跟随董鄂氏进宫，怡妃更是特意为他安排了翊坤宫，让他有了自己的玩耍空间。 然而，宫廷的生活并非如他所想象的那样简单。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政治争斗不断，而他的父亲胤唐也身处于这场风波之中。当胤仍被康熙帝废黜，成为废太子时，八阿哥的势力迅速壮大，康熙帝因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权力危机。在这个动荡的时期，胤唐、胤额、胤禛等皇子都站在了胤祀一边，形成了强大的八爷党。八阿哥胤祀一度被人们视为皇位的有力候选人。 然而，由于他的生母辛者库的身份低贱，康熙帝对他的期望逐渐降低。康熙帝想要将庶出的胤祀推上嫡出的地位，但由于胤祀的母亲身份不够高贵，最终未能如愿。胤祀的失宠引起了宫廷的风波，康熙帝甚至亲自操刀，形势一度危急。这时，胤祀的哥哥五阿哥胤祺不顾危险，跪地抱住康熙帝，阻止了他的决断。这一幕成为了康熙晚年一段令人难忘的历史。 然而，局势并没有就此平静下来。在康熙帝驾崩之际，弘整已经年满十七岁，已经结婚生子，并参与了父亲的权谋之际。他必须面对未来的挑战和考验。这个年轻的皇室成员注定要在家族政治的漩涡中谱写自己的命运篇章。在清朝宫廷里，政治风波不断，在这个权力斗争的漩涡中，弘整必须寻找自己的立足点。他的身份和地位都受到了挑战。 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才智，逐渐在宫廷中树立了威信。然而，红拯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他面临着来自各方的挑战和考验。他的命运将如何发展？他能否在家族政治的漩涡中脱颖而出？总之，清朝宫廷的政治风波不断，他的命运将如何发展？ 这些问题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在康熙四十八年，康熙帝为了册封诸位皇子，举行了一场盛大的仪式。在这个仪式上，怡妃的两个儿子五阿哥胤祺和九阿哥胤堂都被封为爵位。其中，五阿哥胤祺被封为恒亲王，九阿哥胤堂被封为贝勒。这一刻，两位皇子的身份和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也让他们在宫廷中更加引人注目。 而在这个仪式上，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消息：洪整被任命为贝勒府的继承人。这个消息让人们感到惊讶和好奇，因为洪整是一个庶出的皇子。然而，他的聪明才智和出色的表现，让康熙帝对他刮目相看，并决定让他成为贝勒府的继承人。但是在康熙六十一年，历史上最著名的统治者康熙帝在享受着他的晚年生活时，突然传来了离世的消息。 这位被称为常青树的皇帝，在畅春园结束了他的统治生涯，为清朝的繁荣和稳定奠定了基础。随着康熙帝的离世，朝堂上的风云突变，权力斗争也随之加剧。康熙的儿子们在这个关键时刻也重新塑造了自己的命运。四阿哥胤禛最终继承了康熙帝的王位，成为了清朝的雍正帝。然而，随着雍正的登基， 那么他将如何处理八爷党呢？红整的命运又如何呢？雍正帝是一个性情中人，敢爱敢恨。他在处理政治事务时，往往根据自己的情感和判断来行事。对于那些曾经攻击过他的人，他自然不会轻易放过。然而，这种报复行为也让他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好的名声。在夺嫡过程中。 他受到了来自八爷党的攻击，这让他对允祀、允唐允额等人产生了强烈的憎恨。据《清史稿》记载，允额和允唐都曾附和允祀，这使得他们成为了雍正帝的敌人。在夺嫡过程中，胤允等人对雍正帝进行了各种攻击和诽谤，试图削弱他的地位。而雍正帝在继位后，也毫不留情地对这些人进行了打击和报复。